中的小伙伴们。闹吵啊！早知道不来了。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晚上好啊！你们都在哪跨年呀？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吃到11点，然后再回去播。好，好吧，你觉得这样好一点？跟他们大家说一下吧。那我们先去包间里面和小伙伴们一起先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回酒店，然后再开直播吧。这里实在太吵了。哇，谢谢大家的大礼物，谢谢大家的大礼物。那我现在就是去边吃边哑播，可以吗？哑播一会儿。就是大伙儿，我可能不怎么说话了，就表演吃播和味道表演吃播。走吧，好吧。好的，然后呢，面不着急，你现在再把这个酒拿过来，再弄。今天搬砖好冷，你看烂嘴角。来人啊！你们到哪里？第25。第25这边。感觉好像还是抖音的好看一点。啊！饿了。我想咋了？不行，吃了。Thank you.
抖音不卡，小破站用的是味道的手机，难道是不是因为？哇塞，谢谢顾吉仔。因为太吵了，怕不靠近说你们听不到。味道啥时候跟吉吉分开？永不分开不行吗？完出去冲。
过年的时候吧，他会回老家过年。什么叫谁问为什么啥时候？陪大家一起跨年，就给你们来首奇迹再现吧。哪个谁唱的？不连麦哦，今天不连麦太吵了，今天不连麦太吵了。分手后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下一首是我们那突如其来的情绪，点了奇迹在线了，让我措手不及，送给奇迹，秘籍肯定很喜欢吧。你说有人没有替你开心，我却只是说奇迹，梦到奇迹可为什么啦？为你定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近，他精心布置场地，可惜的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情，却始终不愿相信。
这是你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再你守候在原地，等待着他靠近。我有的他担心背影，想牵挂换代替你的无名之地。封锁永远不停。只有其实那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别听懂真的说人认识你而我会出事的小弟，我已经所有回忆清楚你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期许，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爱你，这一首诗是我的了耶。两个麦我们一起唱吗？对啊，还有一个麦呢，这样凑着唱，好吧？阳光穿越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这个声音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不前行，期盼着雨点，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我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就像阳光穿过黑夜，秘密悄悄划过天边，这个声音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止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谢谢小鱼儿，好捧场啊，谢谢蜜姬，你怎么跑到这来了，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止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我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呼吸却疏远的
锁的。爱的勇气不就是不灰心，我只爱这次，只是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对呀，我算是失踪了一个星期吧。上个星期都在拍圆红，太累了，我基本上感觉一个星期都没怎么玩手机吧，到最后真的是手机都没怎么玩。不会还是宝宝？感觉这个星期咱就化妆，然后开始拍完就睡觉就吃饭。抖音都一个多星期没刷了。这春天不再的多少英雄，只想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揭幕二大概1月6号上。听什么歌呀？你们还想听什么歌呀？王牌竞速，猪猪侠，小幸运。其实我不怎么会上小幸运，乌龙者。小幸运，猪猪侠，乌龙者。云泽 MV 这个 KTV 点不到。我没有什么喜欢的歌耶，云起传说点不到，好可惜哦。已经很久没听歌了。洛洛历险记我以前也看过，但是不太记得片尾曲了。小鲤鱼历险记我会唱。谢谢 CP 伴送的告白花束，谢谢黄昏少女梦的小花花。那么骄傲不会。红黄蓝兔，我好喜欢他们的片尾曲。
慢点说爱你。不是慢点，因为刚刚在车上听。真的假的？这他妈谁点的猪猪侠？我点的。麦克风呢？不会，完全不会。Thank you.
吃了。为什么？好恶心啊！他是怎么了？他说我吃了。他现在手比他还大。你有病啊！那你可以去继续练毛豆。然后我说三天就完了。你先喝点茶来喝。那他现在在哪里？在远山之内。何时下世我一问，过去了的一切未停息。MV 那个换什么时候有新的进入我方的记忆。什么时候再来播傻叉？什么时候好吗？看着灰色的轨迹。正是生命的岁月，来背上一身苦困，后悔起来。你要来个几人生轨迹没有啊？我怎么觉得有你啊？这个世界已不知不改的。谁不去痕迹，何妨面对可惜。那就这次吧，跨年，跨年直播，后台统计一下。那如果已经有傻叉的小伙伴们怎么办呢？送什么好呢？其实只是那张只是送明信片。其实本来只有明信片没有傻叉的，是因为我有点事情很多，然后明信片送就是过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送粉丝傻叉。什么一开始不知道还没啥呀？肯定有你的，肯定有你的，太太肯定有你的。在台湾吗？还是海外？就不是大陆的就很难。怎么搞啊？妈妈可能瞒不过我。到现在还是第一个。没有技术含量。河北的。那难道是那个时间疫情比较严重吗？我记得明后天回去就给你寄。应该是后天吧。三个字，
过的方向的旅行，随着疲惫的生活沉默。小破站还是很卡吗？舍不得又不肯奈何，我故意面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表演会风格，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别人就像太平般的虚空，怎么天真就已经够？想到你走进我，胸口一下温热。八六。你管我最牛，大家，都已经那么久了，大家。在寂静的雨后，人连我也有寂寞。我想问你，看透沉默，只是和任性的做作。会的呀，我们会拍一个三生花番外，马上就拍。没有吃饱。要怎么走开？舍不得。你妈妈喊你睡觉了。我一个人穿，会不会？三生花什么时候播？要问仙界那边。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有虚度。等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是我，胸口一下温热。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伤过我？我点的小幸运还没唱。伤心之中拥有，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虚度。等我变成走你一个，胸口一下温热。没有你的小心愿了。没了，小心愿在后面。嗯，后面一首或者两首。下一首是。对。什么歌啊？五个四。五个四。五个四。六个四。因为前段时间去拍短剧了，拍的时候特别累，然后都没有玩手机。有呀，回武汉就筹备。我们大笑着一起疼痛，不用刻意妥协什么。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2023年新年快乐！妈妈你厉害了，妈妈厉害了，怎么说怎么想你笑得没有想你的好就感动是多远为什么有就懂为什么就能决定只能走过花就不能是两个被动的石头梦里抽着的烈风永远都不会懂下一首就唱
先转二。的时候写三句身边的你后文，想起来自问相梦，严静传还在创作中，没有喝酒，多少个秋冬微微下变得有情意，只能说不怀旧，你总在身侧，我为你阻止后面的风，永远都不回头，什么叫认错，该相爱却要走分手，是天理是看会痛的石头，想要抱住你却无法沉默，倔强的表情里想要我来失落你的美，下巴长一点好，下巴短一点好。EM2 等官宣，这几天就会官宣了，元旦后就会官宣了。EM2 等官宣，不要再问了，等官宣，快了，就这几天等官宣。小心。其实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所以的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她点了原唱，可是她很在乎你。
但是是不是长大以后才在一起？没有。我没有要哭。洗衣机穿不好了。谢谢戴戴的话术。因为海岛是 SHE 的粉丝。谢谢哈士。